廖家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输定了，就有自己放假了？客户也不联系了，电话也不打了，合同也不追了。不是的，我告诉你，就算认输，也是三个月之期过后，只要时间没到，我们就有机会。但是什么？你觉得人家领先我们2000多万，我们怎么追都追不上，是不是？ 是，我也觉得追不上。但就算明知道追不上，我们也得追。我们可以输的这一局，但不能输这口气。对，我们要坚持，不放弃。你坚持了吗？你不放弃了吗？我有啊。你以为每天打30个电话就要坚持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打30个，明天打35个，后天打40个，那才叫坚持。嗯。经纪人，都给我提起来。 司雨姐，你放心，我们都已经提的刚刚的了。刚刚的，刚刚的，刚刚的。司雨姐，你出来一下。嗯。袁慧中吃了100万内外勾结，骗了公司500多万的电池。不会吧？勾结谁了？听说叫美意集团。 美意集团，嗯，潘总将要反复查了，说什么营业执照、办事处、官网，还有新闻链接什么的，全部都是假的。什么？那400多万是我的责任，按照公司规定，怎么罚我都认。但我真的没有吃里扒外啊！那你当着我和潘志勇的面，亲口承认认识对方？我就是那么一说。 我也是信了你的话，还给你做了个旁证。法务部已经报案了，派出所也开始调查了。我去过那个美意集团的办事处，也见过那个办事处主任。那你没被骗什么吧？这单他们原本找的是林，结果被袁姐硬抢了。活该，但袁姐也是受害者，才不是呢。 听说他跟那伙骗子认识好多年了，所以才怀疑他吃里扒外内外勾结的。不，袁姐跟那个骗子并不认识。刘杰可以作证。签约那天，我也是第一次见那个骗子啊。刘杰是你的人，他说的话人家能信吗？李思雨跟林也在场。他们能给你作证吗？ 我去找潘总，跟他说明这个情况。你还是要帮他呀，你放了他怎么对你的？但这事的确有点冤啊。他冤你的还少吗？你别傻了，公司是有规矩的。如果他上当受骗400万，赔40万就什么事都没有了。但如果他吃里扒外、内外勾结，肯定是要被开除的。但袁姐没有吃里扒外，她这顶多算是忙中出错。 听说潘总已经认定他跟那些骗子是一伙的，要监察部开除他呢。而方湛一直在那儿顶着，他们都吵了好多次了。你现在站出来，不就等于给潘总添乱吗？他们当初抢我的单，结果抢了个祸在自己头上，真是大快人心的反转啊！ 当初你跟那个罗主任接触的时候，没发现什么端倪吗？那个罗主任是有点怪怪的。怎么怪？他经常玩消失，还喜欢说大话，所以刘杰跟他谈了2次之后就放弃他了。他是怎么跟你谈合同的？价格上他不怎么在乎。 但唯一有一个要求就是付了定金之后必须全部发货。我们呢，这个工程呢蛮紧的，所以呢不可能一期一期的这么磨蹭。这样吧，我呢定金发给你以后，你们呢把货都发给我，在这一周之内，我把剩下的余额给你们，可以吧？这个恐怕是有点问题。
刚才你们还有两位有意未叫李思雨、李经理，不知道他能做主吗？那个，罗准，这样吧，您付20%的预付金，我在后续的付款方式上配合您。不过，我有个条件，现在马上签合同。行。 行，没问题。难怪，袁姐立刻跟他签约了，价格还不错。袁姐一定是在发货方式上让步了。我们好险啊！李林，你觉得我们要不要帮袁姐澄清一下？澄清什么？现在潘总认定了，袁姐跟那个罗主任勾结，要开除他。 但你我都知道，在这之前他们并不认识。思雨姐，你要去澄清，你去，反正我是不会去的。林林，你别忘了，当初他们是怎么对我们的。你回去吧。 你找我？潘总，我也正好有事找你，来里边谈。坐吧。袁慧中的事儿你听说了吧？有耳闻。公司肯定容不下他了，所以那个政府项目，还有销售部的管理，就都在你身上了。 我，对，你要提前做好准备，接受销售部的所有工作。潘总，公司会怎么处罚袁姐？为了一己私利，让公司利益蒙受损失，这种行为必须开除，谁说清也没用。所以你要准备接受所有的工作。 找我有事吗？